等我们再放假的。下回给你拿两箱鲜鱼啊。好，谢谢姐夫。哎，肯定是西坝子村那些人干，我找他们去。哎，你又没亲眼看见，人家能承认吗？太过分了吧！顾远真，都是我。你什么呀？又不关你的事。是啊，又不是你的错，要怪也怪我，昨天是我先动手的。跟你什么关系啊？还是报官吧。可是咱们无凭无据的。需要什么证据啊？报吧，到时候我给你个联系方式，你就说这车是顾总堂的车，让他们看着办。姐，别怕，他爸是特别大的官，就这儿的小官都害怕的那种。关键是，咱们今天怎么回去呢？沈君山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们来小松家玩，车坏了。小俊，我说咱们就坐他这车走，他这车好，有棚，快走快走快走。啊，走了，梁晨。快，燕真。王松。啊？跟我们一起。俊山，那我跟燕真和梁晨他们走了。走吧，要不赶不上晚点名了。这你就不用操心了，以后哥的车不知道比你快多少倍。顾远真，你说你跟沈君山闹啥脾气吗？现在好，咱们咋回去啊？哥说的话你不信是吧？一会儿哥带你飞。飞起来，慢点，吐了我要。想得好香，就你会吐了。